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里贝游乐园。耶！为什么今天是在室内，还在家里开场？我们本来是没有这一集的，硬凑出来的。不是硬凑，不是硬凑，大家都看我们这个游乐园的节目，然后当成工具的影片呢。对，哎呀，都很省去很多做功课，哦，什么乐园啊，到底好不好玩，就看我们的影片。附近有什么？对呀，我们还有参考价值的，因为我们上次跟那个陶贵啊，趁他生日的时候带他去北海道玩。对，本来是没有拍片，就我们自己一家人去啊。你们对，你们一家，他们就手机拍一拍这样，就发现很好玩哎。啊，你刚好有拍，就刚好剪成一片。我走完第二，觉得应该可以一起，只有手机。因为这个北海道，我们通常去是这个冬天去，去滑雪。去那么多次北海道，我们第一次夏天去。是凉凉的，对对对对，就不热。因为可能夏天暑假其他的地区都市会很热，对啊。北海道的还会有点个凉凉，凉凉的感觉。然后北海道我们就找那个是室内的。因为我们刚好去遇到下雨，或者是你冬天下雪的时候，有的室外的游乐场可能就没有营业嘛，有那种室内的，我们收集了三个，第一个就是我们这次去的那个目的，新千岁札幌机场的三楼，它就有个哆啦 A 梦的园区，然后第二个呢，我们就去那个北海道大学博物馆，不用钱，不同的科系会有不同的展，因为北海道离那个北极圈很近，就有些破冰的啊，北海道动物也很多啊，农业也很多啊，就一大堆那个标本啊，恐龙真的化石就在里面，然后第三个是它那个室内的，我们那个李小璐啊，那边有个室内的水族馆，这个我最推，刚刚一个不用钱嘛，一个几百块日币。啊，这个比较贵一点，但是我觉得蛮值得的，很干净，很大，因为大家几乎都会去嘛，就是李小璐上面。对，这边推荐这里，比如说夏天呐，还是大太阳太大了，下雨了，还是下雪，你懒得跑户外的话，这边是亲子行程，可以推荐给大家。来，札幌，北海道札幌新千岁机场，这个人在了贝贝来吹哆啦哆啦。爸爸帮我拍照。好啊，第一个哆啦哆啦。你说这个道具是什么？哇，有够便宜的，很多设施哎，那大人只要800日币，100多块，三岁只要400块，啊，80块呀。不错不错，看哆啦 A 梦好，我要看一些抖音奇奇怪怪的影片，赞。哦，是空地耶。空地耶。你不觉得很空？有哎。有哎。能接你电话吗？哈哈哈。哦，在这边画，然后这边就跑出来，画到一半时间到。半的小虎，大熊，怎么把我画一半？哇，成功了，耶！很多互动哎，真的很多互动哎，而且我们包场哎，阿拉伯人。阿伯，我要画画，画画，画画。不是，你可以一个人在那边画很久的。他在吸住。哆啦美耶，总看了他们家平面图是这个大熊的房间呐，啊这二楼安尼啦，啊这房间哦，啊伊是这雅房，你等所以外靠三房两厅啊。哆啦美睡在柜子。对，哆啦美睡在柜子里面，为什么不一个超好的床给他睡？好小哦，他睡在这里面呢，可怜。辛苦啦，多啦多啦，后面一点，后面一点，后面一点，你才碰得到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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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！对对对对对对，你是在跳舞吗？哇，这道具公仔太帅了，这有在卖吗？这模型很帅。等一下会不会有商品？是想要哎。哇哇，
画画很赞哎。对啊，举一反三啊，会出现什么？啊！谁的操他？哇、进来就是一个拍照的空间呢、啊。啊，是会缩小的隧道。哦，好多任意门哦。这里是哪里？哦，哎、欸，都来都来。跑到多少多少的房间？嗯，这边还要剪一下。这个字就是这个、啊，这个全部闯关完就有礼物哦。这什么道具？你有看到这一集吗？没有。谢谢。哎呀，放在那个地方。要把它放在正确的桌子上，要放。等等等等。哦。看这个。哦。它也是哎。哎。神奇！为什么他写的也是放起来是一样的？再放一次看看，怎么那么神奇？神奇耶！那个放在这里。是写的吗？我们刚好遇到，等一下哆啦 A 梦本人要出来。这个面包超人天差地远。哎呀，阿杰龙博朗。看看我们海景第一排。大概是这样哎，不到十个人。直接包场摇滚区啊！哆啦 A 梦有那么不红吗？还是这里没人摆？五、六、三、二、一。哪里？哆啦 A 梦哦。哇！哆啦 A 梦，哇，很害羞，这两个，他的时光布就直接把鸡蛋孵出小鸡，那是什么？哦，曙光包是金啊，包金了、哦，拍谁拍谁？曙光包金，走路也太可爱了。哎呀，出来这边好骗钱哦，那边有商品部，这边还有吃东西的，这边还有个小小孩的游戏区，小屁孩，这边就不用门票了。这边还有个图书馆哎，所有的漫画看到宝啊。买根本就是在花钱买自由，真的不能吃东西啊，不然买杯咖啡啊，多赞！好，慢慢涂，慢慢涂啊，赞赞赞！啊，原来它有各国语言的漫画、啊，贴心呐、啊！台湾，耶！好，肚子饿了，好，走吧，吃东西 ，Go Go！你们算很有诚意耶，他做得很好。哆啦 A 梦的那个钓鱼烧哎，250块，我要吃50块台币。我要吃这个，我要第三，我要吃那个饮料的第三杯。好，第三杯是哆啦 A 梦。我要哆啦 A 梦。阿波这次可以买三个，你几个？因为多一个生日礼物。妈妈的生日礼物。耶、yeah, ！好恐怖的商品部 ，Go Go Go！ 太好太好了，愿望很渺小，知足常乐。最喜欢的就是一般的小夫妻。
是那个哎、欸，大熊，你要不要来我家打电动啊？那个小夫喜欢最冷门的角色，小夫最后闯关成功可以抽奖，耶、yeah, ！然后你就有主心品，耶、yeah! ！就这样。好的，好的，很棒。我们在这个夹娃娃区画下一个据点，算是经济又实惠的一个行程，还可以耗一个下午。赞赞！欢迎这个哆啦 A 梦，你可以特别坐飞机来新千岁。拜拜拜拜。如果以后你们考上北海道大学，你就会。一等一啊！你怎么知道？你可以考上北海道大学，我们就可以来找你玩。也不错哎，北海道大学博物馆都不用门票，很多可以玩的，还有标本可以看。看这水晶哦，防小人呐、啊，防小人比有贵人还重要，你知不知道？好，你也要听着。哪一个最重？拿拿看，哎、欸，哪有那么重？拿演戏哦，哎、欸，真的很重哎。拿那个嘞，哦，这个最重。那个也很重。这个。哦，这个也很重，这个也很重。这个豆豆是什么吗？啊？这个豆豆是什么？可能里面有住很多的那个蚂蚁吧。原来个十百千万十二百万千。地，然后灶是金，然后是什么亥哦，猪哦，香哦，哦，长知识，他实现愿望的魔法球。为什么在这讲？什么什么？他刚刚想要什么？他刚刚说他许了个愿，要把画换掉，换成美工队长。啊？我不想让你再去许了。哦，会实现吗？有可能会哦。哦，有可能会哦。就是他想把他的小姨换成美国队长。啊！二楼这边很多熊呢，这边还有海产的卡小卡片可以拿，然后还有酷哎。我们去那边煮，你说去外面点餐哦、喔，没来地下。哎、欸，很不错哎、欸，北海道水产科学院哎、欸，破冰哎、欸，酷哎、欸，你们加油，你们加油，以后坐你们的船去破冰，这个亚宁塔可以坐船去破冰一下。这是狮子的，狮子的骨头哎、欸。厨房好小、哦，它一定是在这里。不是的，那不是薯粉的，那可能是薯粉的阿祖吧。这里看得出来什么骨头？啊，怎么那么小？对，是青蛙。哇，你看后面。哦。这是模型，这是模型，不是标本。这个颗粒是大豆虫。什么什么什么大豆虫？颗粒是大。颗粒是大豆虫，真的假的？哇！我立马把做贼哦。好，我笑。颗颗粒是大豆虫。我帮你拍起来。这个颗颗粒是大豆虫。太强了，你怎么知道？大推大推，不用钱哎、欸，它就是一个学院就有一个展区，在北海道下雨的话可以杀时间。哦，还有商品库哦，北海道大学很会。
19000，大概台币10000块。不是，这不是个问题。你可以摆在玄关啊，你北港家很大，摆在玄关。是你在叫，我在叫。这是鱼哦，还是虾？鱼，鱼吧。哦。它那是海鳗啊。对啊，是海鳗啊，什么的。它也是插在水里面。哦。它出不来。它是卡住是不是？它被关住。应该有两个你吗？对的啊，你知道也有两个。两个，两个妈妈。拿这个道具，然后放在大熊的旁边，然后赶快跑走，然后那个道具就放，就滴大的声音，大熊吵醒。哎，真的有在看呢。你哥被抓本了。你哥被抓本了，我知道他。他被抓本了。抓本在偷笑。我知道他还活着。哦。其实他是站着不动。